吃大草莓，你们小草莓；我吃大鸡腿，你们小鸡腿；我吃大芒果，你们小芒果。皇后妈妈，为什么我们吃小的？因为你们是小孩呀。孩子们打饭了，我来一块红烧肉。老师，给我也来一块。白雪一块胡萝卜。我再来一块红烧肉。老师，那我呢？给你一块胡萝卜。老师，那我呢？你也一块胡萝卜。我再来一块红烧肉。为什么我们只能吃胡萝卜？因为你们是小孩呀。今天我过生日，妈妈总要给我大蛋糕吃了吧。美人鱼，祝你生日快乐，这是给你的生日蛋糕。哇，谢谢妈妈，喵喵喵。妈妈去哪儿了？妈妈，你在吃什么？这个蛋糕怎么比我的还大？因为你是小孩呀。什么？那你们还是大人呢，你们应该把大的给我吃，我不当大人了。不是吧？大家说说，你们的爸爸妈妈是不是也这样？是不是也不当大人了？没错，我妈妈也是，你们看。凯莉，帮妈妈把这个苹果洗一下，我有事出去了。知道了，喵喵喵。妈妈，你在干嘛？凯莉，你怎么进来了？我让你洗的苹果呢？在这里，喵喵喵。妈妈，你怎么这样啊？你还是不是大人了？我不当大人了。这就是我妈妈，我的妈妈也是这样，他们这些大人是怎么回事？怎么比我们小孩还小孩？就是，一点都不像个大人。以后我们还是来照顾他们吧。小朋友们，你们的妈妈也有不想当大人的时刻吗？快分享出来吧。